Hello， 我是喜德，今天来玩英雄混沌传奇。玩看起来是偏向写实风格的游戏哈，有没有很帅的胡子大叔？他叫雷蒙德，大魔君站在我身后。我说你别想跑，他逃走了。可恶的混蛋，快协助村长干掉这些亡灵！没错，与其说是亡灵，不如说是骷髅人。啊哈 ，Fort King， 哇下，击杀这个人。以3D 来说，我觉得他算是还蛮不错的，他的模组。如果喜欢偏写实风格的人，我觉得应该会喜欢。嘿，雷蒙德又需要我的帮忙了吗？没有错啦，女巫，赶快帮我做好吃的牛排给我吃啊，肚子饿了。说吧，这次要我烧点什么？烧点牛啊，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我要吃牛排啊。挑战 BOSS， 你对政治上最近的小王有什么看法？他这么说，他不是普通王，他就是骷髅兵啊。说吧，这次要我烧点什么？我说就说了，牛排，我要牛排，叫你烧牛排。不能两倍速，还要到2至16才能解锁。烧牛排，哎，好，以后就靠他加盟，靠他开牛排店了，牛排馆。他整个的人设也很像豆雷米哈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很会拉弓箭的，有没有看到吗？他没有弓箭还可以射出弓箭，他是用他的查克拉在射弓箭呢、啊。哇哦，升级了，我们继续挑战 BOSS。嘿，精灵，你怎么在这？现在不说这种什么时候了，证明给我看。好的，诺伊效劳。他们就莫名的组成了那个闪亮三姐妹啊，一个男的，飞儿乐团好了，好不好？他背后的好像是两个男的啊，不管了，就是一个超人气团体，然后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超人气团体，有战士，有法师，有弓箭手，好吧，这个是负责开餐厅的组合吧。嘿，我是联盟的初次见面森林联盟的阿利安罗德。你是个精灵哦哦，现在要去拿他们的盔甲吗？在开战之前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没问题。说吧，这次要我烧点什么？讲几次了，烧牛肉。一件穿装，好，我把它穿了装备了，可以烧了更好的牛肉，好不好？阿里安罗德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推翻亡灵？准确说是失魂者。莫名其妙的寻灵弓箭手来帮拯救世界，要开启餐饮业的大门哦。帅哦！皇家卫兵使用的绝招，雷蒙德大剑一砍。他们亡灵还会穿盔甲，谁教的？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教的好。嘿，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，没问题。英雄，说吧，这次要我烧点什么？我真要中风喽！就跟你讲说是烧牛排。好了，他有学着新技能了，我们来打开。那个挑战技能一下，看看他对牛排有什么看法。嘿，我知道他一个贵族的亡灵打扮就是他，你也知道啊？阿基斯你也知道？哦，被我介绍的从一个史诗的游戏被我介绍成变成餐饮的游戏哈。雷蒙德，火焰大牛排。漂亮。村庄里的最后一个名字，临死前告诉我，那个兽人术士提到了那个中破山的名字。好，可以。嘿，那个混蛋杀死了我的，哎呦，你就是瑞瑟文啊，看起来就一脸大厨样。嘿，你要跟我加盟开店吗？要通过这关。你在跟我满口脏话。在我的火焰中，我的牛排比较好吃。好、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嘿，哇，牛排巨剑！哇，炭烤界的霸主！哇，原来是开炭烤店的，不是开牛排店的，哇，是居酒屋来的。哇，
他比先前敌人更加强大，没错，他可是开局九五的一人夜笙歌的王者啊！火焰牛排，吓！哇！我的牛排馆要倒了！喂喂，哦，来了一个二厨，喂，二厨，哇，这个二厨蛮给力的哈，让他端盘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哇，哎，我的牛排不能输，哇，他好强，当然呢、啊，他是居酒屋的霸主。哇，看我的一杯手端五个盘子，一只手啦。好。让我们介绍那个餐饮业大亨这场游这个游戏介绍到这里，不是、啊、英雄混沌传奇，想要爱恨纠葛的史诗冒险吗？玩英雄混沌传奇就对了。我是喜德，大家下次见。